北市警察局自从下午3点半钟起，在淡水河河滨公园举办水上救生人员结训的教练，参加演习的是350名接受过水上救生训练的人员，他们表演了百人蛙泳操、徒手整命救护演习、冲浪板、潜水、快艇紧急救生和机动救生艇表演等项目。从这些演练中，他们表现了在台风水灾以及平时水上救生的各种救灾的能力。这些人员在结训以后，将分别回到各分局、消防大队和民间的消防单位，发挥他们救人救灾的技能。